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的1月26号，礼拜天，大年初二回娘家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黄凯丽，她回阿祖家，她本来就住阿祖家。这个是二姑姑，这是点点，点点，点点，你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这是 Bobby， 碧宝，碧宝。这是幼齿姐姐，这个是红公啊，黄宝静的妈妈，黄宝静。不要给我，哎、欸，你这样很奇怪的，黄宝庆。啊，哦，好好，黄宝庆，这个是阿佳，这个是汤包，汤包妹妹，今年的新成员小汤包，这个是陈思涵，今年瘦身成功，减了1公斤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？我要怎么讲？我要怎么？这个是鱼肉池，今年的2月8号原。这是彩萍，这是今年的2月8号元宵节即将成为人气，我们恭喜他，先恭喜他。哎 ，Bibo， 因为我越来越高了。这个是奶奶，我们的女主角奶奶。这个是阿健，阿健的话还有100万的呆账还没收回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相信他今年一定可以收回来的。爷爷，啊，卡莉卡哈，丽卡 ，Hello， 新年快乐 ，Hello， 新年快乐。这个是。鼓掌，对吧？不知道讲的什么。三姑、大姑 ，Hello， 新年快乐！2020年1月16号礼拜天。你是不是在了对呀？我不会在了啊，我。啊，我在台。你今年你不在了？印度。没有，我是出差而已，去参展而已啦。啊。因为刚好就只有我会讲英文，所以就去那边。好。新年快乐！我看我跟你分享，对啊，因为我是去啊乞讨嘛。哇，这天啊，这是什么？哇，真的是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好热闹哦，根本是小人国嘛。还有两，哎，还有两位在外面吧？六七姐姐，对啊，外面还有两个小朋友在外面玩。妹妹来。晨晨跟婷婷在外面玩。妹妹来。好喽，我先记录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回娘家快乐。